2019年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推荐名单3月10日开始公示，其中清华大学的特招名单中赫然有围棋国际运动健将柯洁，他将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，如果公示名单没有问题，他将下半年入学清华。细心的网友还发现，柯洁也关注了清华大学官方微博，可能是在为入学做准备。这下除了围棋，柯洁在另一个领域又成为了鼓励的学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